我冇諗過，但係原來可以咁樣，因為一個平民足球你帶起咗個熱潮咧，就大家都會好開心。川超咧，佢哋好興喺一個鐘頭前將佢哋文化表演，所以我哋請佢成千人落嚟嘅，玩到3點先開波咁解啫。最緊要大家一齊睇，入唔到場嘅睇直播，即係我希望呢個風氣可以打開曬全中國。哇！然後啲細路仔個個好中意足球，呢、這個就係我嘅夢想。好多謝阿媽啦，因為阿媽就都係我哋明星隊嘅啦隊，但係叫佢唱歌係第一次。佢淨係俾我唱一首啫。喂，你睇個足球搞到我哋大佬幾開心啊！我想話唱一啲輕鬆啲嘅，唱《南屏晚鐘》新版，開心心啊嘛！嗱，香港嘅球迷，你哋欣賞一下我哋明星足球隊踢波啊！雖然我哋有啲明星咧係好老，好似比住我咁，我係成個明星隊裏面最老嗰、那個，今年77歲都可以落場踢波，我哋嘅精力都係充沛嘅。點解呢？有個心喺度嘛，對足球嘅熱愛嘛，我哋會努力嘅。希望香港嘅球迷多啲支持香港嘅足球運動。